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真係咁啊！大家就啊，真係覺得，我覺得真係要俾啲時間啦，係嘛？即係去到五月咁嗰陣時先知道，即係結真章啦。咁有啲嘢咧，而家廿三條咧，真係唔通你想我講話？你都邊咁撚蠢啊？咁樣咩？係嘛？即係問心嗰句，即係冇理由咁樣。如果有廿三條要拉鳩呢幾條老千啦、啊，呢幾條老如果係老千就唔使廿三條都拉得啦，係嘛？好啦。咁啊，天災橫禍月嗱，今年咧有三個天災橫禍月嘅。第一個天災橫禍月計新曆啊，我冇記錯，靠記咧，三月四號至到四月四號，啱唔啱啊？係啊，咁啊，四月四號就聽日就係四月四號。咁第二個天災橫禍月就應該五月六到六月，就到六月六號。好，第三個天災橫禍月咧，七月到八月。咁啊係啊，七月五號定七月六號到八月五號、八月六號。咁第一個天災橫禍月未過咧，咁台灣咁啊花蓮地震，咁其實就係震源就好淺啦。咁啊香港都人感受到啊，日本啊喇叭即係沖繩嗰邊都直情係驚我，即係而家個我啱啱頭先入嚟就話嗰個海嘯嗰個警報又啊，佢即係撤銷咗。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留意咧，因為宜蘭南方澳漁港嗰度咧，即係大家如果上網睇片咧。啲海水又係好不尋常地急退啊！咁其實而家台灣民眾都擔心緊嗰個會唔會係即係海嘯嘅先兆咧？咁我唔識呢啲即係地理嘅嘢，因為照計如果急退咗，應該一陣就湧上嚟㗎啦。咁我而家都未湧上嚟㗎，希望就即係天佑呢一個台灣啦。咁啊嗱，今朝咧7.2级地震，因為震源淺啊，所以咧。咁呢個原來係計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咧，話99年九二一大地震講講下都廿幾年啦，係啊，啊係最大嘅地震規模。嗱，即係老實講，你話一個地方咧，即係你有地震呢個係你個頭家，你就冇得去言嘅，係嘛？但係你即係你問我咧，你話如果移居啦，我唔係因為政治唔係成啊。你呢樣嘢會唔會係考量咧？其實都係要考量嘅，係嘛？咁啊，震央嘅位置喺台灣東部海域花蓮縣個東花園花蓮縣東南方25公里，深度15.5公里。如果15.5公里原來都算淺層啊，所以15.5公里都好撚遠嘅喎。OK， 好啦，咁啊，未來三四日咧。都仍然會有6.5以上7级嘅餘震，咁但係通常咧預測地震就最難嘅。我希望即係去即係唔好有咁嘅情況啦。嚇、啊，好啦，咁啊當然啦，而家即係花東防衛指揮部應該有千幾即係個喺個營區待命嘅，即係軍人啊出曬去嘅啦。咁啊，暫時咧我入嚟 studio 之前咧就係、是、應該係啊。應該我覺得會唔止啊，慢慢，但係就暫時係7个人啊死亡啦。咁啊，最後生個11歲，最慘係喺架車度咧，即係天上即係碌啲石落嚟啊，砸成架車砸扁咗。咁啊，亦都有好多片大家上網睇啦，譬如即係翻工啊，啲捷運啊，啲人落車啊，其實就真係即係我唔知啦，我未睇啊，我相信。一定有啊！但係嗰啲絕對唔代表我，即係唔代表大多數人嘅，即係幸災樂禍嘅人啊！啊，即係我係有咩？起碼日本人，我唔見到幸災樂禍啦，係嘛？咁去到呢啲嘢，如果咁都幸災樂禍咧，咁嗰啲係非人災，唔係人嚟㗎啦。OK， 係冚家產。即係正如如果 OK， 我見到啊、大陸有啲地方，譬如當年汶川地震咁樣，喂啲細路仔，屌你俾啲樓砸撚死曬，然後我喺度幸災樂禍嘅話咧，我都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啦冚家產嘅賓州人 ，OK， 即係呢個世界唔係咁樣嘅。但我哋睇啲相先，睇幾幅相啦，多都唔睇啦。咁啊睇下台灣而家嗰個情況，哇！你呢個喇花蓮嗰度嚟噶，你喺個樓冧到 ，OK， 其實呢度咧真係好奇怪喎，佢咧即係個簾房下面嗰度佢凹陷咗啊，嗯。跟住咧，一啲人咧，即係起碼喺呢一個 case 入邊就冇事喎。喂，下打張。嗱，你見到佢咧，得佢第三張嚟呢張嘅就係，
即係啲人咧，真係陸陸續續都爬咗出嚟啊！啊，喂，奇嗱，你睇下啲諗到呢個真係45度㗎啦！啊，嗱呢個咧就係、是、啊台北捷運入邊啲情況啊，都係計驚啦啊！咁啊，跟住啲人咧就停車行路軌㗎啦，行交通鐵路啦。嗱、啊、呢一個咧就係、是、你睇話佢成條公路口喎、啊，咁樣凹冧咗喎，嗯。好再啊！嗱，呢一個咧就係呢啲咁嘅泥石流啦，所謂咁，其中有個死者31歲嗰個咧，就係俾啲咁嘅大石嘅成架壓落架車度，成架車壓扁咗咁樣細細嘅。哦、啊，好啦，咁啊真係冇嘢講啦。所以咧有陣時就係、是、今年係多呢啲嘢嘅。咁一陣咧風水豪會喺度嘅，咁我哋可以問下風水豪咧，喂，究竟？在術數上面睇唔睇到台灣會發生地震呢？咁我咧就問佢。好啦，而家咧我唔知需唔需要風水號。喂，風水號，我而家想問卦咧，就自己知，你同我解得啦，係嘛？嗱，上次咧，咁我哋咧就問個歐聯啦，係嘛？各位網友，咁啊結果咧，我哋問咗幾隊啦，巴黎聖日耳門唔錯嘅喎，支卦係話佢會有好表現啊。咁就係、是、皇馬之卦都唔錯噶，啊唔記得係咩卦，有好多隻馬喺度走嘅。進卦。進卦 ，OK， 都係話有好表現嘅。但阿仙奴就係嗰個係風卦喎。咁、如果三支卦嚟講睇嗰個用嗰個卦象嚟解咧，阿仙奴就攞冠軍㗎啦，今年歐聯。啊、有冇錯啊？係啊 ，OK， 係啦，風卦。阿仙奴攞冠軍。冠軍嘅啦，歐聯。要 check 埋其他嗰五隊喎、啊。唔使睇啦，大型嗰啲咧。啊，咁阿仙奴攞冠軍，拜仁梗係冚得撚啦。拜仁之卦唔好啊。OK。拜仁之卦唔好啊，直情啊唔得噶。啊，好啦，咁有冇機會咧？其實去到八強就對對都有機會。即、就、係、是、你問題，我哋永遠迎住，永遠老實講，而家就講實力，我唔同你講其他嘢，我就講實力。阿仙奴一定是呢八強入邊頭三名嘅啦，我認為皇馬同埋曼城實力計，你就算你巴黎都係打到安巴比啫嘛，安巴比啫嘛，我都唔覺得係其他啲。咁當然啦，咁你係咪代表阿仙奴可以贏曬其他咩拜仁啊？馬德里體育會又唔係嘅喎，即係足球嘅嘢啊嘛。不過你講實力啊，好啦。咁而家今日咧，今晚又有英超，聽日又放假，我梗係要問下。咁英超有三隊，係夠嗱，你大家唔會覺得第四隊攞到冠軍啩？曼聯照計 ，OK， 屌你曼聯有喎，你都算奔就奔咗。我中意算好咯，唔係啊，佢覺得好唔抵啊，睇下格話，佢話得贏形勢又呢樣嗰樣，咁中柱，屌你老母，咁樣都叫贏形勢嚇？唔係熱刺就唔抵，你係琴晚 OK， 好，我首先我問下曼城呢一支卦。阿風水海出嚟啊！我睇曼城嗱聯賽啊，問呢支咩啊對卦喎，係咪對字啊？係啊。點解啊？點解卦？咁即係點啊？佢你問咩嘢？曼城會唔會攞冠軍？曼城佢呢個係對卦為開為喜悦啊，為開心噶嘛？係開心。咁但係對卦就點講咧？係對卦個意象係有個人望住兩個湖咯。咁但係佢望住兩個湖就覺得好開心咯。但你話有冇機會攞冠軍、就嗱，我睇好開心慶祝咁，一定係攞冠軍先會慶祝。啊！我睇嗰、那個圖咧，有個細路女綁住隻眼，同兩個人喺度玩散麻雞咁樣，我有三個成日喺度散麻雞喎。好嘅，對話。曼城冠軍，曼城唔係好開心。佢望住你話掛，仲係望住有個湖好開心啊嘛。佢或者望住有兩隊嚟挑戰佢，都覺得好開心都得。好，第二支我當然要問埋啦，利物浦。好，利物浦。好，又係冠軍。毛網掛，有條友死喺度。毛網咪跌親啦，風水大風大呢個大風大雪，撲親咁都唔係死撚咗。撲親啫，各位網友。撲親啫，撲親啫。P K 嘅。撲親啫，好啦，咁好清楚啦。係咯。OK， 好啦。毛網掛，利物浦唔得。即係最尾撲親。阿仙奴喂唔得，我而家落最 behind 形勢最唔好嘅喎。喂你喂，但係如果你咁樣咯，中咗真係曼城咧，就由曼城攞冠軍咧，哇你真係。喂，如果曼城加阿仙奴，你又中曬喎。即係歐聯就阿仙奴，英超就曼城，咁分數就中曬咯。好，咪 check 埋而家阿仙奴先。阿仙奴英超啊？
大壯卦。哇！只聞雷聲響喎、哦。啊！即係又係林李香。嗱，睇下睇下啦。嗱，下面好撚多田。只聞雷聲響。咦？咁合道理啲喎、哦。即係嗱，因為阿仙奴就喺嗰、那個咩就風卦就歐聯啊嘛。啊！只咁啊，如果你曼城攞呢、這個，哇！咁好唔強喎，利物浦嗰個咁解最後。如果根據風騷嘅星期七曼城英超。歐聯阿仙奴，哇！如果你中曬又點喎？你如果呢兩樣中曬，你都揚名立萬㗎啦。OK， 當然啦，唔中嘅時候，我哋提都唔提啊，過咗去就算數啦。OK， 好，請你埋位。好啦，講下呢單嘢，呢單嘢好快講嘅啫。咁但係就會真係俾人哋印象好唔好嘅。嗱，呢一啲咁樣嗱，首先咧，你有唔同嘅性取向係冇問題嘅。有不同的性取向，於是乎要搞一個教會俾呢啲咁嘅有即係少數性取向嘅人都冇問題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教會好保守啊，嚇、啊、咁你有陣時咧啲教徒咧嚇，即、啊、係、就是、想翻下教會都唔得噶，唔係咁容易嘅。所以有呢啲教即係、就是、能夠接受到性小眾嘅教會咧，係合理嘅，我認為。但係而家傳出嘅咧。就係、是、呢個性小眾友善嘅基督教會基因之家入邊其中一個前牧師咧，係屢次被投訴啊性侵犯，甚至乎強姦唔同嘅男女教友。男女教友都係啦，嗱咁你呢啲咧就令到真係個形象咧真係一落千丈到極嘅、啊。其實咧當然啦，每一個界別啊，唔係宗教咧都會有呢啲嘢出現嘅，我成日覺得。咁但係咧，即係你如果牧師嗱，牧師都唔係禁欲噶啦，係嘛？即係我真係唔知啊，只能夠咁講啦。你話神父就麻煩啲啦。即係有陣時，因為好容易你個權，我成日諗，因為你做牧師咧，喺嗰個喺教會入邊，你嗰個權力啊，係令到你膨脹，於是乎你係咪會覺得容易去侵犯人哋咧？嗱，咁我細個咧，我就未做過牧師啦，當然，咁我就翻個教會嘅。不是我對不住我兩個生我哥 okay. OK 真的很容易 check 的生我哥說即是教會的女是啊生我哥這一生人呢多就沒有幾十個我當然沒有了我數緊很少很少很少很難都劏我哇真是有些不肯定因為有些他說是嘛但是屌你老母都沒有落紅的不肯當他是啦、嗯、四五個啦哇隻豬都四五個屌那時容易出現現在都容易的你早點出手、啊、早點出手都未必豬啦這樣沒那麼離譜的你那時候上演說什麼香港女仔平均呢我想都要十四五歲十五六歲才失身的一般來說、嗯、那你就十四五歲你搏一搏咯你就犯法的是啊那啊當中超過三分二，其實我都計到數嘅，其實都喺教會度嘅，真係容易嘅啊！老實即係啊，咁嗰陣時我老友生我哥都仲係一個啊，即係教友嘅身份啫喎。咁你話如果係牧者，係咪仲容易咧？又或者啲 senior 啲嘅，大即係嗰啲弟兄姊妹入邊嗰啲哥哥，咪可以翻教會啊？呢、這個屌你老味係，老實講啊！所以有些人話咩？屌你咁樣，我哋咩結咗婚先後先乜乜嘥撚氣啦！而家講緊咪二卅年前啦，嗰時個社會風氣都保守啊，而家啦。講呢句説話，嗰啲牧者啊，隨時背後幾十條女啊！屌你，王祖藍都話要結咗婚先後先搞噶。喂，我真係諗唔信啊！朱茵都講啦。喂，二三十年前啦，而家講緊二三十年前啊！喂，諗下喎，嗰陣時嗰啲咩熱狗巴士，一講呢啲話題，我興奮好多。喂，冇冷氣。大家坐喺度，你知啦，年青男女血氣方剛 ，OK， 坐喺個巴士度搭呢個五號絲或者呢個咩六號絲之類咧，隨時坐一個幾鐘頭啊嘛。架車行緊嘅時候，有啲山風入嚟，雖然熱得嚟，但係嗰陣時都雲忘一切啦，即係眼中只有對方嘅啫。好啦，喂，塞車喎、哦，蒸籠咁樣，大家未試過喎、哦。好啦，你兩個人仍然係坐到咁埋喎，屌你，大家又有汗喎、哦。屌你肌膚，屌貼撚住喎！但係嗰陣時你唔會覺得污糟肉麻嘅喎，係嘛？喂，講真啦，我哋結婚先啦，唔可以咩神唔中意啊？點樣講乜都唔緊要，咁打下茄輪都得啩？炒下得㗎？炒下都得啩？屌你喺頭先嗰啲，喂，屌你老母閪，打慶合合天時暑熱，哇！啲汗大汗搭細汗，
喂，你架巴士最上面嗰層嘅後面嗰排座位，喂，打下車輪，摷下摷下。喂，講真啦，唔好話即場喺個巴士度就地正法啦。喂，你固然心思思送佢翻屋企，佢一樣啊，一到沖涼嘅時候覺得，哎呀，即係我特登安排嚟做啲咁嘅嘢，但係佢都好好奇，好心思思啊，已經開始期待住，死啦，唔通真係要結婚咩？如果下次阿生果再咁樣，我就一定要推開佢。再咁樣嘅時候啊，你都冇力，成身軟撚曬啦，係嘛？屌你老味，講真真係好撚用啊！好啦，嗱，綜合新聞報導咧，明報同埋 Yahoo 新聞啊，就話咧，本港性小眾友善基督教會基恩之家嘅前牧師彭偉業，佢來自馬來西亞噶，遭至少四名教友匿名指控，話佢擔任教會期間咧就性侵、性騷擾教友，受害者包括又有男又有女。咁聖公誒呢個基恩之家就話咧，喂係，佢哋喺2022年收過一單啫性騷擾嘅投訴，不過啊證據唔夠，所以佢哋安領咗佢。至於咧解僱啊呢一個彭偉業就唔係關呢啲 case 事嘅，係純粹咧係因為咧佢哋發覺佢哋阿彭偉業即係佢哋架基恩之家入邊咧。有一個僱員係彭偉業請翻嚟嘅，但係原來同阿彭偉業咧有好親密嘅關係，即係可能係佢條仔或者條女嗰啲咁樣啦。咁啊，可能咧呢個係涉及咗利益衝突，於是乎就用利益衝突嗰單嘢炒佢。嗱，呢個係咪藉口咧？即係唔誠實啊！呢個係咪藉口咧？我即係講真啦，如果你話我請個人翻嚟，我係嗰度嘅幹事，我係度牧師，佢係同我好 close 嘅關係，我係咪一定要 disclose 咧？我覺得咧。在他們動這個彭偉業這個原因的時候，其實多少對他被投訴或者他其他工作表現都應該有些警惕的。差不多了。好了，彭偉業遭到解僱之後，根據報導，三名男教友、一名女教友在向傳媒指控曾經遭彭性侵和性騷擾，兩宗發生在香港，一宗就發生在馬來西亞，其中呢喂指控強姦那宗事是一個由大陸來香港的男教友，在2011年，哇，十幾年前喎，嚟港參加同志遊行之後咧，以後都未必咁容易有啦。留多一日參加基恩之家教會崇拜，因為 miss 咗班火車，所以咧就去到彭偉業同埋彭偉業嘅男性朋友。啊，彭偉業有條仔嘅咩？咁既然呢個係即係性小眾友善之家啦，咁當然佢個牧師有個男朋友係唔奇啊。就佢話去到彭偉業同埋佢條仔嘅酒店房間度借宿，咦？彭偉業同佢條仔喺香港住做，點解要住酒店咧？唔緊要啦嚇，有啲人出去住酒店嘅。期間，彭偉業同埋佢條仔喺未獲得呢一個內地嚟香港 miss 咗班火車嘅男教友同意底下，對佢作出插入式嘅性行為，哇！兩個屌柒佢喎。佢話當其時佢被嚇到動彈不得，未能夠及時反應。而且兩個人體型比自己壯，佢唔認為有選擇餘地。咁我又真係好難講，我真係唔能夠話嘅。真係老實講，如果你話有人要屌我屎忽，我拼死㗎啦！就算你大隻過我，屌你冇撚嚟啊！屌你打碾撚過咯！喂，大隻光加大隻男都要碾撚過啦！喂，咁你唔通俾人屌屎忽啊？即係冇屌你，屌你梗係唔諗掂啦！嗱，老實講，阿風水豪。咩啊？嗱，如果而家人你揀，我之前我問過阿靜，所以唔問阿靜啊。而家你啦，面對兩個好大隻嘅人，一係就強雞，即係雞揀你；一係就要你同佢含撚。你揀邊樣？一定要嚟講，咪就殺，冇冇得唔揀。我揀第三樣，我跳樓死咯。咁又未至於啊？話我唔會，我喺兩樣入邊，我一定唔會揀跳樓咯。即係我當佢唔夠鏈咯。哇！真係好難諗。真係好難諗啊！唔係，梗要諗認真啲答啦。哇！我真係好認真喎。認唔係啊？咁你屌，如果佢冇得，即係你話講撞傷，你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咧。有時你問我咧，我諗我都係寧願含諗多啲，係咪啊？應該含諗係咪好啲啊？我唔知啊，仆街。係咪先？屌你老母殼，俾人屌又好撚痛，係嘛？但係就好撚肉。喺度口爆喎，仆街！你真係好撚冇用。你制唔制啊？係嘛？喂，講起網友嗱，寧願。含撚嘅就一，俾人雞奸嘅就二，含撚加埋口爆雞燈喺入邊射埋，即係中出內射，哇！真係好撚難諗啊，好撚難諗啊！我真係覺得 ，OK，
啤梨頻道唔好講粗口，又係呢、這個又係去玩嘢嚟嘅啫。呢、這個 Angela 佢就 Angela 嘅就都係咁講。啤梨頻道唔講粗口唔聽㗎啦。喂，我覺得咧啊，啲人唔好搭衫啊，咁啊冇意思。阿 Jackie 寧願俾人丟小窿喎。Lucky 就一，哇含撚到好多喎。阿張南屌，一二都係一多喎，含撚喎。一加二啊，不如兩人佢做曬啊。嗯都係一多啲喎，三十乜都 yes 啊，一多啲喎，真係好撚難諗啊，含撚都係好撚慘噶，要含撚。真係慘啦，你可以食正，以後點食嘢啊？仆街，有陰影啊！你最驚係乜嘢咧？呢樣未夠驚啊！最驚係，咦，原來都 OK 喎，咬亂咬，屌你咬直埋啊！好啦，咁被問到點解當日唔報警啊？咁啊！呢個教嘅就話當時考慮咧，即係呢個喺大陸嚟啲班房車啊，教嘅就話咧，喂報警好麻煩。佢話而且第日都要趕翻嘢翻去啊內地工作啊。佢話自己作為外地都唔係好了解香港。佢但係事後咧，其實佢有同基因其他教友即係講過嘅。嗯，好啦，彭偉業點樣回應咧？佢就話：，哎冇強姦咯，去酒店過夜，發生性行為，佢冇印象，唔記得咗啊。佢話咧，性行為佢係淨係通常係會做插入嗰方嘅。如果對方有痛苦咧，佢唔會勃起。呢個係你講嘅啫，或者你見到對方痛苦，你仲勃起咧？嗯，係咪先？呢個咧，但係你答話唔記得咧，嗱老實講係冇，真係唔可能嘅事。你只係答有定冇。如果你話唔記得，其實呢個古惑仔答法即係有。啊！佢唔係話冇喎，佢話佢係話唔記得啊，咪即古惑仔答法咯。李志成話冇啊嘛。好啦，另外一名指控佢嘅男教友，喺2009年去馬來西亞嘅時候報戒音，嗰年係即係 Christmas Eve。佢朋友亦叫佢話：喂夜啦，不如去我屋企度瞓啦。當晚教友咧就喺屋企瞓地下，瞓到夜晚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咦，屌你老母，做乜撚嘢啊？竟然有人摸一條賓州喎！跟住佢就發現咧。原來啊，阿彭偉業啊，踎喺地下，即係佢瞓喺地下啊嘛。阿彭偉業咪踎喺度咯，喺度逗弄佢啊，啊！咁啊，佢多次推開彭偉業，但係彭偉業繼續摸佢，嚇、啊！最後咧，佢繼續推開，彭偉業都放棄啦，就翻翻牀上面。好啦，嗱，當其時彭偉業喺吉隆坡成立呢個好撒瑪利亞人嘅性小眾教會啊，教友話佢嗰陣時。佢冇向其他教友透露事件，佢話因為點解咧？因為男同志一向嚟講咧，就已經唔係好俾馬來西亞即係啲主流教會接受噶啦。咁難得有一個啊僅存嘅同志教會喺度，佢就費事搞大件事，因為咧佢仍然希望即係會有教會翻，即係除咗佢翻教會，亦都有教會俾其他嗰啲啊教同志教友去翻到一個聚腳點。係，咁呢個我覺得好合理啊！佢呢個話點解唔揭發呢件事？彭偉業話唔記得當晚發生過咩事，又唔記得，係唔記得，佢冇話冇啊，強調佢總言之，佢唔會作出任何強迫嘅行為。咁當然啦，你搞人嚟條賓州人推開你，你咪瞓翻張牀上面。嗯，其實老實講，點會唔記得啊？嗯、啊，嗯、好啦，一名女教友咯喎，2017年喎，哇！呢條友都好堅喎。2017年夏天喺基因之家嘅純爆活動，即係香港啦，佢突然間。俾阿彭偉業從後紅抱，將佢拉嚟坐低佢大髀，而且感受到佢嘅私處。OK， 佢最終逃跑。佢又話咧，其實多名男性教友咧都曾經有呢個坐大髀嘅遭遇嘅。彭偉業回應就話：係啊，有坐大髀啊，不過唔係性侵啊，或者性衝動啊，玩啫嘛。啊，嗱呢名女教友又話。佢彭偉業喺聚會嘅時候提議大家要接受自己的身體，所以唔使著衫去開會啦，唔使著衫打牌啦。又話我係男同志嚟噶，對女性身體冇興趣噶，唔會有反應噶，所以我可以摸你哋嘅。黐孖筋嗱，其實咧，我真係有啲 friend 咧扮機溝女喎，大把我食唔少啊。但係溝唔撚到喎，正常。即係只能夠做一個好似姊妹咁樣好 friend 啦，同佢哋嗨下友咯，或者你換衫嘅時候冇咁避忌咯，係嘛、嗯？喂，
你要搞清楚男女嘅目的啊！男女嘅目的就是搞鳩佢啫嘛！你同佢做咁撚 friend， 屌你咪好姊妹啊！睇下換衫啊！哎呀，佢都冇乜芥蒂啊！阿啤利哥喺度啊，佢都照換衫啊！睇見個薄碌啊，哇！除薄碌見到粒鏈啊！你好啦，開心啊！你唔係啊嘛？你個氣要屌到炸鳩佢，屌到佢炒緊佢，屌到目潮出，然後屌鳩佢啊嘛！你個目的係口爆佢啊嘛！屌你咁啊！我真係唔明嗰啲男人咧咁撚屌你老母臭閪！真係好撚，由我又好撚憎嗰啲，我真係識得佢咁嘅人扮乸型啊，扮基啊，屌你老母閪！你咪又係想屌鳩人哋個閪，扮乜撚嘢？其實你同佢講佢都，啊咁當然你未必唔理解，唔係話喂今晚去博嘢啊。其實有啲女得㗎，有啲女得㗎，你可以兜即係屌你咩？喂，你搞個條女都以為魚，哦係 friend 嚟嘅啫。所以女成日問咧，我哋上次問嗰條女叫咩名啊？上次上嚟阿 Sir 話。佢都話認為男女之間有朋友，其實就係嗰啲契弟，我話你聽啊，令到啲女性誤會咗 ，no friend do，男女之間呢啲契弟要閹。係啊，嗱點解咧？其實你咁樣仲好，有個男女之間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大家知道 no friend do 嘅。喂出得嚟食飯，大家 understand 啦、啊，屌你老母 ，no friend do 食完 friend，no friend do 嚇 ，no casual friend，OK、okay?。Only make love for friend， 喂，食、oh. 完飯啊，講真啦，屌你老味，即係如果冇咁尷尬嘅，譬如條女可以咁樣，你真係唔使燒電影咁啊，你食完飯抹完個嘴啦，嗯，咁我哋都醒目啦，係嘛？見到你咁樣，屌你老味，使乜喺度拖拖拉拉嘥時間？好啦，阿、彭偉業話係啊，我係有咁講過。不過我只是想在啲輕鬆環境下發表一些誇張言論，挑戰下大家對身體和性別的睇法，純粹是討論。佢如果咁樣嚟斷章取義咁樣投訴我，對我太不公平咯。嗱，呢個彭偉業講法。另外，有一個內地的男教友話，彭偉業代表教會去到廈門宣教的時候，哇！你真係夠僵喎，屌你！不過嗰陣時真係仲係比較早啲嘅時候，去到下佢咧，屌你老尾！俾阿彭偉業攬住啦，睇佢條鳩啦，同佢打車輪啦，甚至乎含撚口交。後來雙方同意發展呢個開放式關係嘅，但係男教友後來嚟到香港讀神學喎，去到基因之家實習，咁但係彭偉就要佢隱瞞兩個人嘅關係。嗱，呢個教友又指控彭偉業用牧師啦、工作主管同埋地下情侶嘅身份咧，操控佢嘅行程同埋性生活咁，嗱而基因之家咧，後來話喐阿彭偉業咧，就係因為彭偉業隱瞞同呢一個即係有份指控佢嘅內地網友有一個咁 close 嘅關係而冇去申報。嗯 ，OK， 就係用呢度喐佢嘅。不過我覺得咧，其實應該教會係心中有數嘅嚇。咁、你彭偉業點樣咧？嗱，而家咧，嗱呢單嘢咧，應該係咪啊？佢話接受傳媒啊？採訪應該是不是去報警呢？似乎未報警的喎，而家都仲喺內部喺度醖釀緊喎。咁你嗰幾個證人投訴人，如果唔報警，亦都真係落去唔好啦，係嘛？咁啊 ，anyway 啦，你好，謝謝。